想捏脸的就捏脸，想亲亲的就亲亲，想走星辰的走星辰，想走灯牌的走灯牌，想给我戴墨镜的就给我戴个墨镜，想娶我回家的就送娶我回家，都可以。感谢我们小清新，小清新我们努力。20秒的时间，兄弟们，你们太帅了，44位了，太帅了，马上要完成了，我们冲一下100位，还差6位就50位了，还差6位就50位了，还有可以上榜的，我们再帮忙沾沾榜，感谢我们锲而不遇，谢谢，怀不念榜，还差6位就可以50位了，加油加油，还有可以帮忙沾榜的哥哥姐姐们再帮忙沾沾榜，45位了，还差5位。还差5位就50位了，还差最后5位就50位了。还有没有可以占榜的哥哥姐姐们再帮忙占一占榜？感谢我们宇宙三，谢谢我们宇宙，感谢我们贝贝的年年小脸，谢谢贝贝，感谢我们 Time 哥，太帅了，谢谢我们 Time 哥，太帅了。还有最后1分半的时间，最后1分半的时间，还差2位就有50位了。谢谢我爱你的人，感谢我们可林。谢谢，欢迎大牛小兔，我加油加油加油，你们太帅了，50位了，50位了，我们先冲一下60，我们再来让10个粘票的，我们冲一下60，感谢我们念，还有1分钟的时间，他们家已经70了，我们加油，还可以送票的墨镜先那个什么都可以，只要超99票都可以，只要超99票都可以，咱们我再往前冲一冲，追一追，谢谢我们木野狐，还有40秒的时间来得及，我们还可以帮忙送票的各村首富们支棱一下，感谢我们万爱千的萤火棒，谢谢我们万爱千，感谢我们小老鼠，谢谢我们于心的亲亲，还没有占过榜，今天没有送过票的，这把 PK 没有占过榜的，我们再帮忙占上一个墨镜的榜单，或者是星星，或者是灯牌都可以。最后10秒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搭把手。谢谢岁月如梭，感谢岁月如梭，大家在一起帮忙搭把手，我们冲一下咱们家的凝聚力。还有最后10，感谢麻袋，谢谢麻袋，54个人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总票是领先的，我们总票是领先的，他们真的70多了吗？我看看咱们，咱们是55位99票，我看最后一名，最后一名是1票，哎呦，应该喊你们5颗小星星占榜了，他们如果最后一名没有占够的话，我们很可能也会，应该5颗小星星占榜了，失策。因为打的是榜100，比第100名的成绩，看他们第100是多少了。等一下，谢谢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感谢所有占榜的哥哥姐姐们。谢谢大家，谢谢。他们多少？打榜10不一定啊，榜10也不一定。打榜100，我觉得我们能赢。开个麦，他赢了。你别看他总榜，你别看他总榜比我高，但我觉得榜100肯定能赢他。总榜高就是好，就是可以多吃一点糖。那个总榜挺好，总榜家总榜比我高了3000票呢。你最后你100多少？我们榜100是10，我看一下11票吧，好像是。好厉害呀、哦！没有，我家榜100平常打，我家榜100是11票。榜99是13票，我家平常打榜100都99票打底的。哇！今天开早了。你家榜100是1票对吧？知道就行，非得说出来。好，我知道他的底了，他们是13票啊、哦，之前99打底，那我们就下次就凑个15票，放着。那我们下次就两个纸鹤了，打底了。两个啥打底？两个千纸鹤，榜100。没关系，我们下次去求。就我们就是198票了。
下次踢球。我给你唱秋啊，这是我唱的。行，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一下对面那个婉晴啊，她是我的特别特别好的闺蜜啊，咱们听一下她的原创歌曲，叫秋。可烂了。谢谢，所以我你没事很少在直播间唱，就是自己把自己唱的可烂了。哦，对，棒棒来，来补上。我跟你说，你我也是，就是有自己的原创歌曲，但唱的很烂的一个。下次我们嘉年华，不，下次我们嘉年华打的。哎，我要是一晚上打一百个嘉年华，我跟你说，我能休息一个月。我不休。我要加班回报他们。上元堂满盘满酒墙头门昏热同修今年几度春秋为谁而停留月下门前我这一直留寂寞不肯休而青春的身影消瘦岁月里的老城楼谁还在等候檐下晚风吹尽天秋暮回首江心渔火摇晃的小舟如相思红豆数不尽我眼泪随影长流城外小渡口远去一叶扁舟载满了相思等候诉离愁情字一首换酒新妆长留锁几深秋我梦魇会是夜满西楼好唱一段好你要不要来一遍你的原创啊我来一段吧好不好嗯我觉得我唱的也很烂啊因为我这刚做了一首歌还没正儿八经的那个会唱我歌词都记不得这首歌的名字叫恋美人好咱们九八九好我唱一段啊自恋他恋他自对我歌词都没记得天青色绵绵雨纷纷迷蒙了古镇人海里你一个转身便为你沉沦点孤单不见问星辰何时见一人相思春梦了无痕轻抚琴弦到黄昏也是个古风的歌曲但是我没有还没发行呢过两天再发啊，你发完之后跟我说我去学一下我也唱一唱哎，好嗯，蛮好听的那你的歌适合我唱吗秋太适合我都唱低的低的不下去高的高不上去你觉得适合吗音域跨度可高可高了我觉得我那个歌就不是让人唱的就是来难为人的我这首歌也不好唱我自己唱的可难为了就是的对我自己唱也难为三度低的高的哎那你干嘛这么为难自己呢？你这是？这不是我选的呀，这要是我选的，我就
快点不行。行，你先有一唱原创，然后后边有机会的话再整一首自己就是音域范围以内驾驭的比较好的歌，对吧？我是原唱，我不是原创。哦，对，行吧，挺好啊。等我改天自己创一个，按着我的音域来创一个。对你的音，你的其实你的音，我觉得唱那种民族唱法的就蛮适合你，嗯、唱民族唱法的，我怕他们受不了。那你要唱流行唱法的吗？我唱古风的，会稍微那个什么。嗯，那行可以。好，可以。对，唱通俗。那行吧，那你先玩吧啊，回头有空再找你。好，嗯。啊，好嘞，好走了，安晴。哎，等一下，拜拜。你们刚刚站板站到了多少人？100人呢？不是，99票的站到了多少人？13票。就是打到99票的站到了第几？忘了。99票第几啊？哦，好像我们99票第几啊？好像是80多。真的好厉害啊！再见。向你学习，向你。哦，他问我这个意思，没理解啊。是吧？真的是80多吗？真的蛮牛的。嗯，小哥哥挺帅的，他是小姐姐，我才是小哥哥。谢谢你的夸奖，我也觉得我蛮帅。我是人间小美味，太阳不起我不起，我是人间小天使，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人间小美味，太阳不起我不起，我是人间小天使。哎，我们总分高，管他呢，反正我们可以吃火锅。蹦萨克蹦，蹦萨克蹦，萨克蹦蹦蹦。看的时候就去的，管他了，反正我们总分赢了，管他了。咚咚咚咚，滴滴滴滴滴，真的可以吃火锅是吧？啊，我记下了清晨，要学月光。哎呦，我的房灯照掉了。你怎么这么快乐？因为一会儿可以吃火锅，所以很高兴，还是可以加个鸡腿，所以更高兴。吃烧烤吗？还是不要啦？如果一定要吃烧烤，还是去吃小龙虾。野雷，你不会打 PK 啊？古装扮相才合你，合适你，谢谢。这是豆豆，是不会下播就吃火锅吧？嗯，现在人气这么少，为了看到你说话，不要乱哈，是啥意思啊？哎，不过那个淄博的烧烤现在真的好火哦。哎呦，然后我听前任说，他去演出的时候，就有个观众跟他说：“欢迎你到我们山东淄博吃烧烤。”这个观众来到就是永兴坊喊前儿去吃烧烤，火爆全国，火了就不好吃，排不上队，主要是不是因为火了不好吃，是火了吃不着是吧？脸上肥肉非一日之产，对，都是凭自己本事吃来的。34万了，我们这个点赞真的点的挺赞的。34万，欢迎到西安可以。嗯，就是从西安专门过到那边去吃烧烤。下播播吧，之前不是几万人吗？之后也会是几万人的，之后会是几十万人的，你等着，到时候我看不着你，你可别生气啊，我跟你说。欢迎我们 KK， 就是我看不着你的时候，你要相信我，我一定是爱你的，无论我看不看得到你，我都是爱你的，好吗？请记住。欢迎我们亮哥，说好了到早上5点半，今天没有说呀。耶，我的珠子掉哪了？啊？珠子掉哪了？好棒哦！好吗？你们这些现在人少的，等后边人多的时候，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哭哦。
趁着人好能跟我说上话，快快说一说，有什么想对我表白的，我现在都可以看到，不要到时候相亲我爱你哦被埋没在人海里，相亲我爱你哦又被埋没在人海里。不是中午十二点四十播吗？中午十二点四十下晚晴播，我是豆豆，我晚上播。你说了，你说月亮不睡，你不睡，月亮现在已经睡了，刷屏就看不到，对，到时候你刷屏都看不到你。嗯嗯，对，人家可是太喜欢你这样了，太喜欢你这样了。对，人多的时候就看不到，瘦好多了，不要说我瘦，那都是我的财富，不可以，你快收回这句话，你要说我胖，我要发财。你说啥是下豆豆主播？嗯，不要发财，一下双下，以前双下巴好，你是这样吗？我不管，我就要胖，这样会胖一点吗？你真的说，我不要瘦，我真的不要瘦，我要胖，我要胖一点，我胖一点，我就可以，我可以发财。下腰请，啥？不能下腰，下腰伤腰。军哥，你又困了，军哥，你又困了。肉嘟嘟的像熊猫，花花可爱。我不困，我有点饿。我每天下播最欢乐的事情，就是弄一堆吃的，开上一个电影，边吃边看，边哈哈哈哈哈。播放首歌，偏偏喜欢你。瘦下来唱歌不好听了，对，都没有底气了。那就在直播间吃吧，不行。偏偏喜欢你，你们抢我的吃的怎么办？不行，我这个人是吃独食的，不能在直播间。嗯，麻辣小龙虾，麻辣鸡爪，麻辣。鸭肠、鸡心、鸡爪，都来一点，再来上一罐大窑。下午九点了，好的，欢迎医生。吃多了真的会胖，就是要胖，胖点的好，正财。算命先生说，我现在不正财，即使我有钱也会流走，所以我得多吃一点，把它压住。晚上是唱歌的吗？晚上是唠嗑的。我酒葫芦还在吧？那，哎，哎，葫芦呢？可爱是吃饭，你啥时候把它拿走啊？放我这儿可碍事儿了，我天天还得给找个地方放着。龙，拼个魔法，我看看你的智商。你是说拼那个魔方吧？魔法是不太会的，魔方我会。不过魔方不考验智商，它考验是不是个人，就是他有教程的，你只要是个人，你看了教程你都会，他不考验智商。小心我的葫芦。对，他考验记忆力，你要把教程背下来。哈，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倾城，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哈，先放我这儿存着，寄存费，来，寄存费先出一出，我帮你存好久了。
气球的寄存费。来吧，奔波儿吧，爸波儿奔。他说让我先帮他存着。这还是那个多才多艺的夏晚晴吗？不是，我是豆豆，这写着呢，今日待播豆豆。这个应该下播前把它去掉吧，要不然明天晴儿播的时候他还得再弄这个东西。啊，你提醒我了，我把这个先去掉。哎呀，怎么删除啊？哦，到这儿删了。好，要不然明天晴儿不好弄。昔日的暖阳映小溪，河畔的水中我喝一。然后走了，兄弟们，明天见啦。你自己报了没有呀、啊？我为他着想，不应该吗？我今天他跟我说他开播不好弄，我这么体贴。走啦，晚安呀，晚安呀，做个好梦，好梦呀，明天不见不散呀。曾经拥有不要忘记。明天哪来接？这个号明天如果那个不下雨的话，夏晚晴在户外播；下雨的话，豆豆在室内播。晚安，晚安！谢谢所有的兄弟们，感谢们念念，谢谢们圆，谢谢我哥哥，感谢们麻袋，谢谢们二八，谢谢 L 姐姐，谢谢们 COU。感谢们倾城，谢谢们小老鼠，谢谢们清茶姐姐，谢谢们 M， 感谢简单快乐，谢谢阳光，谢谢们曲曲，感谢们微笑的云，谢谢们散散，谢谢们感谢们玄宝，谢谢们小龙，谢谢们小瑞哥，谢谢小青，感谢沉默世界，谢谢们锲而不语，谢谢陌生人，谢谢木游，谢谢林凤，感谢们九八九，谢谢西月，谢谢灵犀，感谢们西，谢谢糖果屋，谢谢们少主，感谢们 M， 感谢们这个字念累还是念力，谢谢宝贝，感谢们木有湖，谢谢千寻，谢谢贝贝，感谢们竹仔，谢谢鱼儿，谢谢冰来，谢谢跳跳，谢谢果果，谢谢所有的兄弟姐姐们们，你的偶像包袱呢？我不是偶像，何来的偶像包袱？怎么人越来越少了？为了跟你们近距离的聊天，人多的时候好多悄悄话都不方便说。累，念累，好的宝贝，谢谢们累儿。好，那我们要抱抱，好，点个关注加个团，明天抱抱你，明天抱抱你。明天中午有直播吗？得看天气哦，看天气，我现在看一下天气，明天是什么样的天气。明天西安卡住了，卡住了，看天气好不好？明天看天气，下雨了就没有，不下雨了可能就有，好吗？好啦，明天见啊！好像小雨，我这卡住了，好。